好，你们把你们圣诞袜要挂在你们要的位置，挂上来一点好了。啊，自己是谁的？是我的。你的是什么颜色？我的是绿色，我的是红色。花花掉。好。爸爸。挂稳一点哦，挂掉下来就没有圣诞礼物了。这里面拿了圣诞袜，对不对？明天早上你们六点半自己起床哦，然后自己拿 GoPro 录影拍圣诞。电灯打开，拍圣诞袜里面是什么礼物哦，好不好？两点多了，哦，圣诞老公公还没来，里面没有东西，两个都没有。因为我是上海的小孩，我是玲玲，现在是10月25，早上6点51。我只想要看圣诞袜里有什么东西。我先看你的。还有呢？还有，妹妹还是给你的。你再来看看妹妹的。好，接下来换我。这是角落生物的姓名贴。角落生物的尺，还有角落生物的纽带，这是我的贴贴布，这是昨天的礼物。现在我们来用角落生物的姓名贴吧。还有角落生物的小小资料夹，你的是玲玲的，哇，白熊姓名贴，我们先选一个贴上去。这是他们的全部区、猫咪区、企鹅区、小贴子的白兔白区、白熊区、蜥蜴区。接下来我们要开的是尺，多功能的，它是一般的尺，也是圆圆尺，也是斗斗尺，透明的。我用角落生物姓名贴来贴上去吧。角落生物姓名贴。我们先不要浪费时间来开纽带。但是纽带我和妹妹都有不同的颜色。哇，我的颜色好漂亮。OK， 它就是一个纽带。然后我们开过这双纽带。哎，打开了，我帮你开。对啊，我知道那要怎么开，可是我就打不开。打开了，谢谢。它就是一个收纳盒。早上就像喜欢的人，记得帮我订阅一下哦。每天晚上6点多会出新的影片，那么下次见，拜拜。